十页农历十月十四，国历十一月七号，宫相成王爷威乾，自在天尊案前地址。宫相成王爷威乾，自在天尊住这地址。来，现在哈，麻烦一个一个人念过去哈，自己拿麦克风哈。弟子王新雅本人，我是投诚证明代表第四选区的二号候选人王新雅，就是弟子刘义甫，投诚证明代表第三选区一号候选人。弟子张佩玲，投诚证明代表第一选区三号候选人。弟子林瑞文，投诚镇长候选人。弟子余婉华，第一选区投诚镇代表。弟子王凯明，第二选区投诚镇镇代表候选人。地主林仁生，第三区地名代表候选人。弟子游乐杰，投诚证明代表第四选区一号候选人。弟子陈姿怡，宜兰市民代表候选人。本人以及亲人、竞选干部及庄脚绝对不会选买票，秉持公正清廉选举，如有会选买票行为，愿接受众神明以司法最严厉之惩罚以制裁，并终身不再参选。谨承成王爷威乾自在天尊上苍列位尊神尊前表宴，岁次壬寅年孟冬之月十四，呈上书文。请大家要把这个书文转过来。好，麻烦大家把那个书文转过来，好，举高一点，让我们拍照一下，好，面对那个城隍爷哈，不要等到两个大点啊！我们这个王代表很可爱哈，来拍照哈，现在。